废物出来打架。说谁废物呢？你别欺人太甚啊！虽然这局我玩的英雄是荣获过峡谷混子、野王瓜架等荣誉称号的，我只要一拿出来，队友就突然有事儿的这么一个摇摇公主。废物，俩辅助跟我对线，你们这是看不起谁呢？嘿，你早上没刷牙吧？你口气这么大，一口一个废物的，我告你啊！那个，不要打瑶瑶，瑶瑶害怕。嘿嘿，没打到，是不是？怎么回事？这还没看出来吗？傻子，你看看我出的什么装啊？都说我瑶瑶公主是上分混子，今天就输出给你们看看。看见这个玄策了吗？他技能丢错了，居然拴住了小明，这可是一个机会。他身后跟着我和诸葛，我的一二技能都带，诸葛还有大招，一会儿我直接一技能把他击飞，紧接着迅速跟上一套，毁天灭地的平 A。 我瑶瑶公主的暴击流可不是吃素的，有我在，嘿嘿嘿嘿，玄策你别想跑。你们这些辅助跟人行不行？我啥都说我是辅助啊！再说你一个百里守约，你跟我一样的战绩，你助攻还没我多呢，我看你才像辅助。咬你个星星，星星星！哎，你看看，诸葛亮都夸我了，还说我是个小天才。你个大混！哎哎，给个面子，诸葛大哥，百里守约是菜的，但是也不至于说人家是混子嘛，影响团队和谐了。哇，这茶味儿都飘出屏幕了，这本来也不是我的错呀，主要还是你们太菜，一个能打都没有，还不如我呢。哎，还是回家守一波高地吧。这不是李信哥哥吗？突然想起跟你的种种缘分，下把给你打辅助。李信哥哥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滚。 Enemy on enemy double ace。